这是什么车呀？我看看，哇，里面有好多零食呀！哦，真好吃！给我进去吧！呵呵呵呵呵，抓到了一只小鸡，现在我们就出发。不好，我的孩子被僵尸给偷走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恐龙先生，你是一位好的恐龙先生，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谢谢你，恐龙先生。你们干嘛呢？别挡道，快走开！是你把我的孩子偷走了，快把孩子还给我！你不要胡说，你有证据吗，鸡妈妈？恐龙先生，恐龙先生，别这样，有话好好说嘛！臭僵尸，快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我还，我还，就在这个车里面。阿姨，我的孩子，妈妈，你来救我了！我以后再也不乱吃东西了。鸡妈妈，我把孩子